jungle. Audio Jungle. 口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四下没有活动，但却是资料传输高峰时间。Article 电脑伺服器在深夜零点至两点之间奇怪的启动。Article 这些并不是间谍小说中的内容，而是法国世界报 LEMONDE 上周刊登的一篇报道。报道称 LDQUO 电脑工程师发现，由中共援建的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内所有电脑伺服器内的资料都被传送到上海。Article 该报引述几个非盟内部人士称，每天晚上非盟的秘密都被储藏到距离亚的斯亚贝巴8000公里以外上海的神秘伺服器内，而资料秘密泄露的时间可能从2012年1月到2017年1月，长达5年时间。报道说，非盟此后已经安装了伺服器，并拒绝了中国帮忙配置。如今非盟总部所有的电子通讯都加密保护，不再通过伊索比亚电讯系统。世界报这一报道刊发之时，正值非洲联盟首脑会议28日在伊索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非盟总部开幕的前一天。非盟总部大楼由中共援助兴建，造价约8亿元人民币，于2012年1月28日落成，作为向指中国与非洲友谊的礼物赠送给了非盟。这幢外表看似太空船的高100米建筑，自建造落成阶段就已经吸引了外界的特别关注，将其视为中共在非洲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一个象指。在大楼启用之后召开的首次非盟峰会上，媒体注意到大楼中的同声传译系统第一语言是普通话，而后才是英文。而早在2006年11月，中共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无偿援建日后成为非盟总部大楼的非盟会议中心时，外界尚没有意识到这一工程的象征意义。过去十多年来，非洲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同时也成为中国商品的巨大市场。